我们从四月份开始得到这个概念，然后开始进行设计，一直到十月中最终交付，这真的是改了非常非常多版，我现在数不出来。从我们这个设计工作室整体的风格，或者是从设计师个人的风格上面来说，就是认为这个简洁易懂的设计风格能够更好的传达它背后的故事。但我们当时在知道这个电影节要在厦门举行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设计师开始出现在它的想法中，就是海滩和金沙和这个电影节联系在一起，想到电影节是选最棒的电影人，这两个想法结合成一句话，就正好形成了这个大浪淘沙时间金的这一个原始的概念。那在我们最初的提案里面，我们是使用黑和深蓝作为背景色，但是在和这电影家协会共同的沟通，很惊喜的发现这个一个很特别的水蓝色，它去呼应大海，呼应厦门这个海滨城市，带来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强烈，并且用色也很前卫很大胆。官博把这个海报放出来之后，我们觉得大部分人是对这个海报是满意，对我们来说很鼓励的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